以及尖叫声，欢迎时尚妈咪 Melody， 欢迎！有请 Melody 来到品牌签名花奖，我们让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捕捉最美丽的画面。好的，今天 Melody 优雅时尚，散发着非常完美的气息。一袭气息出众的纯净蓝色系的洋装，置身在 Sherfina 全球十大最美糖果店，也展露出了六大方的典雅风范，也为各位完美的演绎出 Sherfina 奢华优雅专属大人味糖果的风格。好，我们一样看向前方中间，谢谢。Melody 一直都鼓励着女性要好好的宠爱还有珍爱自己，也要创造专属于自己的仪式时刻，所以我们要邀请各位和 Melody 和 Sherfina 一起创造奢华优雅以及大人味，要感受这股充满活力的奢华气息。好，下面麻烦视线，谢谢。恭喜恭喜硬泡硬泡硬泡容易等一下，有没有听叫补光啊？你知道顶光是女明星的这个致命伤。没有。君远哥，赶快帮我看一下，我脸上有点硬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摄影大哥可以吗 ？OK 吗，大哥们？今年母亲节。今年母亲节就是跟孩子、跟妈妈过啊、因为这一年来，我要感谢我妈妈在台北陪伴我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哦，我就跟小孩讲，我说今年你要写两个卡片，一个给我，因为每一年我都会要求小孩给我写温馨的卡片，然后也要写给婆婆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妈妈真好。那你会送什么给妈妈？大红包吗？啊，张学友的演唱会票。一票难求，我棒不棒？然后我妈那时候说，那个，因为我妈妈是追星族嘛，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。那个张学友的那个票，因为六月我就要飞美国了，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弄到六月初的？然后我想说，我好像有6月16号。我六月初我已经飞了，我就知道这个意思，我就赶快再打电话看谁可以跟我换，就是早一点，就是他可以去的那个场次。然后我说好了好了，我弄到两张了这样子。他说哦，那就好。然后今天前两天问我说，那个 energy 啊，我说 energy 的家长你也要去？energy 是他年代。我说 energy， 他说。我很年轻的，我说 energy 人家家长是7月中吧，你已经飞美国了。他哦，那我看他这些戏去有活动，我说人家签名签到早上3点，你也要去吗？你也要16吨吗？我说 please 别再搞了。哎呦，刘妈妈很可爱，这个所以你要看 energy 吗？他想，可是他7月在美国啊，暑假在美国回LA。天哪，真的是粉丝。他是粉丝。那你张学友的票是透过关系，还是真的有去抢？没有，我是用抢的，要上网。去抢的，对，因为我本来想抢4张，只有2张，我就赶快这样子按，然后就买了这样子，我们也是正常，没有印象啊，我们也是正常，正没有关系，没有，我就买，因为我就扫啊，哪里还有2张就赶快买了，根本那个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慢慢的，因为一下子就没了，就赶快按这样，所以不会额外再包大红包里面吗？应该会。但是因为他今年还跟我一起拍了其他广告，所以也满足了他追星族的就是自己当明星的这个梦想，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孝顺的。他你还问我他那个广告连接在哪里，我要传给我美国的朋友，我说哦好好好好是他太恐怕有酬劳我会给他一点酬劳啦，一点酬劳、对对对，5万美金吗？我还没有想好，要讲数字敏感，就是心意。Okay. 哎，张学友的票已经很厉害了，一票难求，大清早还是那时候几点钟开始在那边？为什么要求女儿写卡片？哦，因为我的女儿从小到大，我很喜欢看他们每一年不同的字体，因为大班写的字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写的字会不一样，内容也会不一样。我觉得对妈妈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，这样子。但对他们是压力的，哎，有一点，因为他们今年他们说，你不要再问了 ，We know， 我们要写一个卡片，然后我们要写很多字，然后有很多感想，对不对？因为
也不是说要写作文，但是总是要有一些长进吧。我觉得就是那个妈妈的心声这样。会让你哭的吗？过去我会很感动啊，他们就是那种会写那种妈妈谢谢你，好在我生命中这么支持我，我什么都可以跟你讲。然后因为他们现在青少年就是青春期嘛，所以他们会讲说虽然你很烦。Sometimes so annoying， 但是我们还是 love you 这样子。有的时候我觉得跟小孩相处要像朋友，要像闺蜜。当他跟你讲一些小少女情怀的小故事的时候，要像闺蜜，但是还是要是妈妈这样。你还相信爱情吗？啊？还相信爱情吗？我在 Sugarfina 怎么会不相信爱情？我们现在 Sugarfina 就是要奔向一个浪漫甜蜜的生活。毕竟我有一个少女心。啊，少女心嘛、啊，有人追啊？有人追有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妈妈也很期待这一天。她说：“哦，哦真的，你能够给我最好的母亲节的礼物，就是奔向甜蜜浪漫的生活这样子。”呀，我妈妈真的是少女心。有吗？有吗？我现在这么忙，我工作跟小孩就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哪有时间？你们每天都看到我 ，every day 你们都看到我，我表示好感的呢。我真的没有任何的缝隙，我没有这个月可以插空档啊。有的时候我再告诉你，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，真的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事，我会跟大家分享。那你有什么二婚吗？我连人家追的缝隙都没有，我还有我心里有没有余力去想二婚这个事情？他想问你有没有性生活。瑞正哥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跟玉林哥撸热炒店？有吗？结果没有没有，玉林哥他光讲他自己的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多久没有？还是有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没有对象，但是有性生活。你也亲？没有。不是，他在啜泣了，啜泣了。我没有办法，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有吗？啊，我们翻篇，翻篇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那现在关系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从我上次看到你还没有新进度，如果有的话，你要跟我讲。很久了，因为毕竟前两次的一些进度都是看媒体我才知道的，所以我也要靠你们，如果有什么新闻的话跟我讲。但是就我的立场，对我而言，因为我的这个身份证的配偶栏已经空白一年多了，所以这个就翻篇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往前走，往前看，不再看回头路了。因为现在的人生，你也知道，一个女人到了这个阶段，有前半生跟后半生，后半生能走多久都不知道了。我们还一直浪费时间看回头事情吗？往前走，好好生活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照顾孩子，好好爱自己，好好奔向浪漫甜蜜的 Sugarfina 的生活。你这个年纪，如果男生要追你，然后拎个糖果来，你是 OK 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是 Sugarfina， 我 OK， 其他糖果我不要。因为他拎了 Sugarfina， 表示他有品味。到了这个年龄，我们求什么？品味生活。所以你最近都有吃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，我跟他讲的都是真的。我床边就放了一个 Sugarfina 的盒子，然后我就会吃他的糖果，而且你一口接一口，一口接，因为他小小的，你觉得没有负担。然后一边追剧，之前看那个《泪之女王》啊，然后又看那个这个不善良的我们啊，不够善良，我们就一直吃一吃，因为看一些这种剧还是要。保持愉悦的心情，这样子要有希望。我觉得 Sugarfina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有希望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有这么好的礼盒的一些可以送的小礼品不多，就是我们的选项不是很多。所以 Sugarfina 给了我们50种不同的选项，我觉得很棒。而它的盒子上都已经写好了，什么 Cheers、Congratulations。像以前我就觉得说，哦，如果我们有 dinner party 啊，因为我在家里我也喜欢，就是有闺蜜来吃饭呢、啊，我觉得伴手礼送这个很好。以前有男朋友送糖果啊？以前有男朋友送糖果？以前的男朋友都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，我根本不记得了。但是现在如果有人送我糖果，我会很开心。Sugarfina only。谁家的人不能来代言？有关心小燕姐吗？有，一直都有关心，但是我现在觉得不打扰是最佳重点。
我最近是联络什么？我一直都有关心。有我心里也很关心他这样子，但是不打扰为主。他的状态是不错的，心情。我们不去打扰他，问这些比较。他有回，他有回讯息给你。我有关心他，我有关心他。问到这个问题，大家也知道差不多是 ending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瑞正哥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他只会问下次来，下次瑞正哥来上我们节目。他都没有在记，他都乱记。瑞正哥下。下次我们要，下次等一下我要讲，我热炒店，我热炒店我要做一个这个中年的探讨会，各个媒体大大的中年探讨会。你问他的性生活，你们希望早一点可以解决性生活。你到底对性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些幻想？你一直不理解。因为他每个礼拜都有啊，他每个礼拜。哦，那你很健康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